这个李浩杰看起来肥嫩啊肥嫩，实在是足够水的，温文儒雅，斯斯文文，跟我细汉时阵饲的迄只博美狗那真像啊。你是在创啥？阿伯，我的颜面神经失调啊！你伫我身骨拍遮尼久啊！你根本就是偷心我啊！啥在偷心你啊？我都讲过，我颜面神经失调啊！而且拄只毋知是安怎，哎，头壳足重的，阿妈困小可禁袂起，啊，一个无细日头落落，都卡着你的嘴唇啊！无这么想啊，恐惊的哦，厝安尼。你嘛别人讲啊，什么初吻？我第一个听到什么颔骨啊，当当惊袂起来。我看你哦，根本有什么颜面神经失调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偷心狂。偷心狂啊，偷心狂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白雪公主啊，哪呢？或者这里的白帽王子？趁今仔日遮尼好的机会，咱来练习一下什么叫做王子亲吻公主的情节。可能是刺激的呢，可能一边。我才不爱呢。来啦！看你安尼。袂，所以我是咧欺负黄花大闺女。啊，放心啦，我会负责个底啦。啊，是讲你拄只毋是还阁趴伫个遮袂顶袂动诶？哇，即马徛起安尼，而且看起来敢若阁会走会跳哦。怎样？借这一吻传输给你的力量很大吧？充满战斗力。巧，你较注重诶啊！唔通过来啊！我要来辛苦啊！我要做伸展操，你早已被辛苦，等不及，丢机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！啊，我刚够听，啊，卡丢机了！哦，那你真落惨啦！还要跟淋浴间来丢机呢？男朋友。敢有需要我给你倒三缸？唔免啦，我家己哦会偷偷爬起来啦。还佫有啊，我唔是你男朋友啊。哎呀妈！啊，好痛！哎呀！